大家好嘛。So far the stage 俾大家見到好多個唔同嘅 low 俾大家睇啦。而呢一套係咩 low 咧？大聲啲。算唔算同你哋 get 同款啊？點解我會穿著全身都是粉紅色呢？本身呢，其實我們 first fitting 的時候呢，裡面是白色恤衫來的，但是我就 insist 裡面一定要有粉紅色，因為 the stage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你們每一位的存在。這幾年來呢，你們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支持我，由我出道的第一年，陪我出席過很多很多個不同的 event， 我記得我收過很多不同的 message DM， 你們很多人都重複跟我說，每一次在頭兩年的 event，你們完了 event 之後回到家啦，你們 message 我就說，今天在 event 裡面，我成為了你20個 fans 裡面其中一個，我不知道你走不走這麼遠，我對你也不是有最大的信心，但是我會一直陪伴著你去走，只要你走走我就會跟著你一起走。由出 event 有20個 fans， 去到慢慢有200個，去到現在今天有你們每一位的支持，還有在家裡看 Make a Life 的你們每一位，我相信如果不是你們對我的堅持，我都不會在今天可以走到你這一步，多謝你們。Trust yourself, right? 在每一刻，無論我要 make 每一個的 decision 啦，我都會想起你們啦。你們確確切切是我的神隊友。